本视频由 Manual 音箱赞助播出。每时每刻爆点你想要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软妹。今天上午，刘作虎在推特宣布，一加手机5的海外发布时间是6月20日。同时，根据一加官方消息，国行发布会将于6月21日在北京召开。配置方面，一加手机5确认了骁龙835平台、1080p OLED 屏幕、双摄像头、前置指纹等参数，主打拍照，但悬念在于外形。按照刘作虎的说法，一加手机5会是市面上最轻薄的旗舰之一。从官微已经公布的消息来看，三维小于一加3T。今天外媒还曝光了所谓官方的一加5渲染图。再次确认了平行双摄，虽说有点模仿 iPhone 7 Plus 的嫌疑，但这样确实比垂直双摄要美观很多。细节来看，一加5后可采用金属喷砂工艺，四角圆润。天王盖地虎，谁要一加5手机反应快，满血835，大家觉得靠谱吗？好了，欢迎在视频下方与我们联系互动，当然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姐，与我们进行嘴对嘴的交流。 OK， 我就抱抱，不干别的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